走，正好走。你要缓过来了吗？我刚没告诉你，那边塌了，别乱跑，别乱跑。刚没告诉你，我就活该进你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孩子还小，你有话好好说。你不用劝我啊，出了问题谁负责？他有了危险，怎么能再让人交代？行了行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回去我写报告去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说话呀！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也是，不怪他发脾气，平时都怎么强调的啊？啊，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啊。林湛、杨芷，请用一句话形容一下您二位之间的关系。哦。我们的关系就是战友，生死兄弟。不是，你咋不说实话呢？他这个人啊，脸皮薄，好面，当着你们呀，他不好意思说。要我说呀，我们俩其实就是夫妻关系，是不是？什么关系？夫妻关系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补充两句。真正的站长和指导员之间，那就得像亲密无间的夫妻一样，阴阳调和，互助互补。你品，你细品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？那导演，这段能不能别录？这都录节目，能瞎扯什么呢？真人秀，你得真什么？真是夫妻可，这别瞎扯了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得给你掰扯。上回你衣服破，是不是我给你缝的？录着呢，行了，你看你那袜子，虽然这比袜子都不行，是不是？冷静，好不好？导演，咱重新来。兜兜转转的昨天，风霜雕刻出侧脸，逆光前行，若隐若现，提醒着新的明天。逆着光勇敢向前，烟雾弥漫遮住了天，逆着风飞得更高，超越天际线。黄昏后破晓前，再去经历千万次失恋，冲破那道墙去触碰朝阳与海的交界。救命啊！你睡吧，明天还有工作。你要住在舞社里？对啊。我已经让钟庆把我那房子转租出去了，今天就有人看，要是顺利的话，能退给我三个月的房租。这也没法住人呢。这嗓子还没好啊？是啊。你放心了，我就是这段时间凑合过渡一下，等我手头宽裕一点，我就重新租。你不知道现在这房子啊，又贵又不好，我本来也准备换一个便宜的。南柱。你不用这样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我一会儿呢，先给你转点钱，你凑凑看，能不能先交上个一两个月？说不定房东心情好了，就宽裕我们几天。我也联系了演出经纪，找一些开业热场，
喜宴结婚的活，吃苍蝇腿掩饰肉，就顺带是练武了吗？南叔，就算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，他又能维持多久？重点是他，他不值得。我觉得值啊，李老师说过，咱们学艺术的人不能那么现实，你忘了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妈还在的时候，我一不会跳舞，二不会挣钱，撑不下去的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磨叽了，咱们都是对木舞社有感情，不然也不会这样。有事情大家一起扛。那我先去收拾了。哎，南叔，晚上排练完，叫大家一起吃个饭吧，好久没聚一聚了，我请。好啊。好久没有看到大家这么高兴了。对。师哥，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们？没有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你用着过时的手机，住最便宜的房子，你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木舞社里。但是今天你很反常，请大家吃饭，是不是因为要告别了？有可能是我拉到了赞助，所以才这么大方的。真的？南叔，你妈妈一直不让你跳舞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？跳舞是我的初心，是我的梦想，我不能放弃啊。梦想是美好，可是现实。一年多以前，我们的账户就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我想了好多的办法，可是都入不敷出。你的初心是舞蹈，我的初心是梦舞社。可我现在梦醒了。这么多天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坚持梦想是要有能力、有底气、有决心的。这些你有，我好像没有。如果我半途而废的话，你会对我失望吗？你要关掉舞社吗？我不想关。那就别关。不关。你能接吗？梦舞社只有交给你，我才放心。是不是还要不要脸呢？阿姨，你有话好好说。上次就是因为你们，我被派出所带去了，折腾了好半天。上次确实是你报假警，这件事情赖不到我们身上吧？那房租呢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们说，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房租给我结清了，现在就给我搬出去，不给钱是吧？咱们法院见。阿姨，房租的事情您和我商量。我跟你说不着。乐志伟什么意思？电话关机，微信不回，就连他家的房子都退租了，怎么着？玩消失是吧？想跑路是吧？退租了？不可能啊！昨天我们还一起吃饭呢。对啊，演，接着演。阿姨，你放心，以后房租的事情我来负责。男主，行，你付是吧？拿钱，14万。不对，
加上下半年的房租，一共是296,800，我账号你们知道吧？现在就转给我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。你逗我玩呢？但是我给你打欠条。南初，冷静一点。南初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，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。行，我就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。下周我要是再收不到房租，你们一个都不想跑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怎么办呀？多的时间，这怎么弄啊？好了，继续跳舞。没有那么多钱。来来来来来，站好。南叔，你妈妈一直不让你跳舞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啊？跳舞是我的初心，是我的梦想，我不能放弃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再抹下去，对，吐气。喂，沈总，明天见一面吧。找沈光宗，沈总。沈总，沈总，有人找您啊。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之前是不是见过你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给你们舞团化个妆。你们舞团叫梦舞社。
你是西西顾，哎，太巧了。哎，那你先是过来这边演戏的吗？我面试。你也是面试那个北瑶娱乐的？哎，那如果，哎，那要是能加入北瑶娱乐的话，咱俩以后可是同事了呢。西顾，哎，你看过我们舞社跳舞，你觉得我们舞社怎么样？说实话，其实我觉得风格挺独特的。我记得有人说过你们挺前卫。我觉得吧，梦舞社嘛，前面是好事，你们只要坚持下去，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谢谢啊。好，可以进去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手机放下来啊，不要拍。放大点，放大一点，快点，来。拍动作戏啊，就这样。跟住了。不过今天算拍得快的，这三页纸的戏，勇哥一上午都快拍完了。好，第一点。我过两天啊，也得来串一个。来这边，走。你把那个手放好了，放好了，给你支支烟。哎，陈总来了。哎，好。穿过去就到了啊。这边的啊。钟哥，哎，你让他们拍快点，我待会儿六点还得去美容院呢。行，我给你打招呼啊。嗯。志毅老师，稍微闭个眼。来，这个呢就是合同，还是跟我们之前聊的一样，60%的项目分成，然后签3年。啊，我们公司呢一般是这样，先演戏，后综艺，然后有一定人气之后。再上才艺，你先看一眼合同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到时候找时间就签了啊。沈总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啊，你说。我希望公司能先预支我30万，另外非工作时间可以让我跳舞。南初啊，你现在只是一个没签约的新人啊，你觉得你提这种要求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如果拒绝，可能我就签不了了。要不这样，你跟我们韩董事长通个话，如果他要是没有意见，我这边 OK。好。南初，我可以考虑你的请求。但是，条件就不能是之前谈的条件了。项目分成30%，签约10年，你能接受吗？韩董啊，我感觉这个南初好像没有什么诚心嘛。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，咱们改天再说。韩董，只要您答应，其他条件我都能接受。我知道，您当初联系我，也是因为认识我妈妈吧？当然，不过一码归一码，我对你有我的期待，有我的规划。我好奇的是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因为我有不想放弃的事情。好，欢迎加入北瑶。韩董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签约费可以一周之内给我吗？没问题，光总，这事交给你了。韩董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安排好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行啊，你南初啊，你放心吧，只要这个合同改出来啊，你签完之后少不了你的，以后啊你就听公司安排啊，改天呀再给你安排个助理啊。那我要西顾。西顾？男的女的，我见过吗？哎，西顾，你就是西顾啊？嗯。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当南初的化妆间助理了。真的吗？这太谢谢了，那我一定好好努力啊！谢谢沈总。
叫他一下反应啊！把老装备取了。我操，烟大了！大家马上控制啊！哎，去那边放。往后退！呼叫指挥中心，和平路特勤站出动3车16人，处置湘湖路博弈影视基地建筑火灾事件，带队干部林路霄。指挥中心收到，博弈影视基地大量烟蒂燃烧，现场大量工作人员被困，浓烟环境，立刻前往展开救援，其他消防队伍也会陆续赶到。1号车收到，2号车收到，3号车收到。19之前到，今天的任务，你们两个只许观摩，没有命令。不准擅自行动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救命啊！什么情况？救命啊！志毅，怎么了？啊，是着火了！苏然，你赶紧往外走！快走，快走，赶紧走！赶紧走！走。我不行了，出不去了，哎呦，不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急啊，你干什么呢？快走，快走，这边，这边，那个。那个是压力，去找水，用水打湿衣服，捂住口鼻。拿衣服，都堵住门缝，快点！衣服，拿衣服。出现了，收水，准备排烟，疏散群众。还不清楚，你们做好准备。林站长，林站长，您现在什么情况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们去带人出来。好，转一下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刘助理，刘助理。你注意安全。哎，好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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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老于，继续搜救被困人员。好嘞。指导员在一楼指挥。收到，收到。战斗一班跟上。大家不要慌，啊，扶好人。有人来救我们了吗？快开门！林正，怎么是你们呢？你们从那边快搜过来的吗？你们从那边来的。对啊，这里边太热了。有人求救，把门打开，快！快开门！我进来。
情况复杂，曾有搜索过的区域，请做明显标记，做明显标记。二层各班就业。破拆，排烟。先把房间内的烟排掉。破拆，排烟。吉小，在那儿干坐，什么忙都不帮。站长说了，我们只能观摩学习。光观摩学习也得不到成长，我们得实践才行啊。这么好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咱俩都训练一年多了，我们穿好装备，做好防护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们就在外围，疏散群众，不往中心区去。咱俩。南处，南处，已经过了怎么久，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呀？再坚持一下，消防员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还有没有人呢？有人在里面呢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出去。
怎么回事？他空呼呢？医生，医生回来！谢谢。这次真的是九死一生了。安东姐，你让你刚才摔炸了。哎，以后我也要学着点消防知识，真是不怕一般就怕万一。神宗，你还好吧？啊，我还好。哎，你都挂完了？啊，那你先回去吧。我等你啊，一起走。哎，我是早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这位是公司的新人吗？刚才太慌忙了，都没有认识的。啊，这个是南初刚签的。哎，这徐志毅，之前在片场不是给你介绍过了吗？那势头挺好的。你好，南初。你好啊，又漂亮又聪明又冷静，真好啊。没有。有机会一起合作啊，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哦，沈总，我还是等你们吧，我想要跟南初，小南初，一起吃个饭。啊，不用了。你呀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啊！啊，对了，你要有时间把你那个词儿啊好好背一背。你今天在现场吃了多少螺丝？还没说你呢。哦，可是我刚认识新朋友。好了，回去啊。那只好下次一起吃喽。今天是多亏了你，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顿大餐啊。别改天了，要不咱们就今天吧。今天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看这难受啊。我去跟他们买瓶水吧。啊，哎，不是，南初啊，我说你是助理还是他是助理啊？啊，你让他去买水。是。瞎狗。完了。站长肯定生气。我摘空壶是为了救人，没事儿，出事我扛。林震，坐着吧。出警之前，怎么跟你们说的？只许观摩，不准下车，对吗？谁让你们自作主张啊？是我的主意，不关他的事儿。当时到处都在呼叫支援，我一着急，我就把一九拉上。站长。我们错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点。掉完水之后，立刻回站里。是。你好。你好。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应该做的。我是孟武社的。上次我们的房东为了赶我们出去报了假火警，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我们就被赶出去了。哦，我知道。那房东后来怎么样？我们把孟武社保下来了，谢谢你们。你这不用这么客气，这都是我们的工作。其实我是真的想感谢你们，加上今天我已经被你们消防员救过两次了。五年前我家里遭遇了一次火灾，我也是被消防员救了下来。但是后来救我的消防员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，我一直都记得他，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谢你们。真心的希望你们以后每一次出警都平安归来。谢谢。我叫南初。林露香。哎呦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一九跟石泉的事儿，支队派人过来了。孟志来了？不是，那谁来了？还能有谁？龙野呗。在哪儿呢？站务室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见了面好好跟他说话，你别跟他吵吵，听见没有？
不好意思啊，罗队长，让你久等了。从听到你们车回来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等了你们26分钟。说让我回来收拾了一下，有什么指示吗？罗队长，咱们坐下聊吧。啊，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听说你们站有人受伤了，孟芝很重视这件事儿，让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伤势不重，已经归队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？具体情况，我们开完复盘会之后，我跟领导汇报的。林路桥同志，有人受伤，你作为站长，你不觉得自己责任很大吗？是不是站里的日常训练松懈了，还是对两位新同志的教育不到位？支队要求你们针对这次事件，以及你们站里的日常训练出一份检讨书，同时也要重新评估这两位新同志是否能够胜任消防救援的工作。没问题，罗督察，我们会尽快交给支队的，你放心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们站今年的评优资格取消了。别，罗督察。哎，罗督察，评优这个事儿能不能请支队再研究研究？罗督察，罗督察。哎，罗督察，评优的事儿能不能再跟支队研究研究？罗督察。回来了，嗯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应该。回来了，大英雄，我跟你们于副站长还讨论给你们俩做个锦旗呢。你说是写出师未捷好呢，还是壮志未酬好啊？刘助理，你就别再逗我俩。是啊，谁知道这烟圈后劲这么大。行了，赶紧早点休息吧，明天站长还要开个会呢。啊？开什么会啊？表彰会。表彰你俩英勇无畏，不是我说你俩，咱们俩今年零伤亡的记录全回你们手里了，评优资格都没了。最可恨的是，让那姓鲁的小子给我好好的装了一把。不是，你干嘛去？大晚上的，我受不了了，健身房发泄负能量。于副，没事没事。他也不是冲您的啊。于副站长，那个卢督察是谁啊？怎么感觉咱们刘助理跟他不太对付？这个说来话长了。这个人啊，以前也是咱们站上的。当年刘助还是他师傅呢，但是后来调走了。这个人啊，就是性情有点怪，对于装备的使用啊、日常的训练呀、啊，都有自己的见解。因为买新装备还没少跟孟芝拍桌子呢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不太合群儿。难怪刘助理会这么气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就别多想了，赶紧去洗漱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啊。刘柱，刘柱，那个我们两个给你买的饮料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嗨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刚才不是针对你们俩。刘柱，我们俩真知道错了，是我们俩行动的时候太莽撞、太冲动，给大家添了麻烦。您不要生气啊，希望您能原谅我们，我们下次不会再犯了。
刚才我真不是针对你们俩。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好。不过不是我说你们俩，就你们俩这小身板儿，出任务别说让老百姓放心了，我都不放心。以后啊，就在这健身房跟我好好锻炼啊。是是是，刘叔。你留住，你喝着，没事，放那。刘柱，你的身材练的是真的好啊！我发现全站就你最坚持。你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很高的要求，还是说站里有什么考核你要应付呀？啊，站里没有考核。我呀，对自己呢也没有要求，这就是一种自觉。锻炼一天都不能停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来坐。因为我怕死。我小的时候，父母走得早，一直是爷爷奶奶给我带大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特别调皮，翻墙给腿摔骨折了，我自己是没多疼，但是我奶奶抱着我哭了一晚上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的怕受伤，特别的怕死，特别的怕身边的人担心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我这么怕死的人当消防员特别的矛盾呢？一点都不矛盾。我虽然怕死，但是我勇敢呢。你们可以去问问，全北巡哪一次大火不是我刘如意冲在第一个？我知道，只要我做的越多，我身边的队友就会越安全。石泉，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，特勤站就是你的家？前几年我爷爷奶奶过世了，我光棍一个，跟你们一样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特勤站也是我的家。队友呢，也是我的家人，你们俩也一样，都给我记住了。只有敬畏死亡，才能好好活着。只有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才能拯救更多的人。明白吗？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年轻人慢慢品，再都收好啊。燃烧中不仅会产生二氧化碳，还会有大量的一氧化碳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的气体。在浓烟环境中逃生，请务必以弯腰低姿态前行，沿着墙壁边缘辨清方向，最好能以打湿的毛巾捂住口鼻，将头部身体其他部位也浇上冷水，快速地穿过危险区域。生命照亮这人生光。
少存在，天边的云海总会围绕来。三。